昆仑决又一场超级战男子63公斤级自由搏击大战 Kunlun Fight Super Fight 3 rounds kickboxing men's 63 kilos 有请蓝方选手来自我们中国香港特区号称神锋刘伟聪有请蓝方中国香港的神锋刘伟聪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刘伟绰，年龄28岁，身高1米72，体重63公斤，战绩4胜3负，一次 KO 对手，这也是他的昆仑决首秀。 欢迎红方参加主赛的今天所有选手当中，应该是最小的一位，年仅19岁的林。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刘伟绰年龄28岁，体重63公斤，身高1米72，战绩4胜3负，1次 KO。 林强邦来自中国，年龄只有19岁，体重63公斤，身高1米71。 本场比赛蓝方选手今年28岁，身高1米72，职业战绩7战4胜，1次 KO 对手。 昆仑决香港选拔战的冠军，也是2016年香港泰拳大赛60公斤级的亚军，号称神锋，蓝方沈鹏老威冲。红方选手今年只有19岁，身高1米71，职业战绩10战全胜，3次 KO 对手，2届昆仑决新秀赛优胜选手，来自昆仑决成都训练基地，欢迎19岁的小将林强邦。有请场上裁判庞洪涛。 Kunlun Fight kickboxing, 3 rounds, 3 minutes. No elbow, no elbow, no clinching. Okay, 小韩，小韩，ready, ready. ready.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世界顶级站立格斗赛事昆仑决，这里是济南站的比赛现场，我是今天的现场解说张泰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昆仑决亚伟。哦，我们看到刘伟绰这个身高占优势啊，是。 这个林强邦这个选手，我一直是印象特别深啊，高扫上头，这一脚的印象更深了。哦，很冲啊，这个小伙子。是。哦，你看到刘伟绰已经面部已经有流血了。高扫上头啊！林强邦这个选手出身于昆仑决的新秀赛。 果然这年轻小将的这个荷尔蒙是多哈、啊。是。
啊，我们看到刘宇彻的面部是不是因为高扫刚才是有一个击打出血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医务高扫上头之后啊，还是有打中手臂，手臂磕到面门的二次击打。可能是。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看一下最后医生给出的意见怎么样。还是很兴奋啊！这个林强邦啊，绰号叫小黑哈。啊，对。肤色是有点黑。比较黝黑一点。对，跟王老师属于同一个类型的选手啊。就是这刚刚这一腿是。好，比赛继续开打。好漂亮！哦，连续命中啊！哦，这个刘伟绰只有前手在往外撑啊。没有其他的有效的还击动作啊！对啊，林强邦这个距离感掌握的不错、啊，一个前手，已经有三点支撑了，对，确实是打倒了。我们看到林强邦这个力量感也不错、啊，对，虽然有这种年轻小将这种，冲劲不太足够细致，二段踢腾空，漂亮，又是连续命中。刘伟川现在应该要把距离拉开啊，对，因为自己有身高臂长这样一个优势，对，现在视线可能也会受影响。林强邦这个拳啊，拳路很立体啊，对，还有平垫的啊，还有由下往上这种立体的拳，还有上腿组合，漂亮。林强邦现在的拳法教练是丹尼斯啊，来自加拿大丹尼斯。对对对，丹尼斯这个选手啊，曾经和传奇的小旋风康恩打过比赛。漂亮，连续命中啊！刘伟说：“你在这种中近距离，你的拳是打不开的。”这个距离完全是林强邦的距离啊！对啊，他应该把林强邦给控制去打中远。刘伟说在非常近的距离还尝试出拳，但是你胳膊那么长，你发不了力啊！对，非常的顽强啊！对，这个刘伟说。腾空一个飞膝，漂亮！我们看到林强邦多次的尝试用这种近身的上勾拳啊，是运用的很熟练啊。对，这个两人现在摆脚啊，离我们的位置比较近，看到林强邦的拳套上已经是全是鲜血了。对，现在稍微缓一点，我们看到林强邦也并不像开始那样钻的比较急了啊。比赛还有十秒。后手漂亮，后手就稍微有点远，对，如果距离再近一点啊，对方会很难撑下去啊。对，这个上来就这场比赛在第一回合当中林强邦的表现可真的是暴风骤雨一般。对，我刚才说了嘛，年轻的小将这个身上这个荷尔蒙啊，可能正处于这种爆发的状态啊。是，前手拳。我们看看，你看这个拳套上已经是血了。对。这是下巴这个。对，这是第一次读秒那个。看一下医生会在局间休的时候再继续有一个检查啊。好，医生下，医生下。我们看到选手面部在这种出口的时候会抹上凡士林啊，因为凡士林是无色无味，所以它侵入这个伤口以后也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对，但是能够起到一个暂时止血的功能。对。Round two, fight。好，第二局开始。刘伟说可能是有点缓和进来了。对。他打这个距离是他应该打的。对，你这样的话，你力量发足了以后，
林强邦是进不入到这个反击距离的。是，看得出林强邦这个小伙子这个身体的本力也很足啊，对，把对方拎起来扔在地上了。但是我觉得刘伟硕这个面部这个伤势啊，肯定会多少有一些对他有一些影响啊。对，我们现在看到他的鼻子也有一点点出血，对于他的至少呼吸对会受到影响。对，好，非常顽强这个选手。我们注意看林强邦啊，在他不是很盲目的打组合拳啊。对，打完两个到三个拳以后，他会有明显的观察对手。有防守。其实我们看刘伟绰这个选手腿法的力道还是有的。对，因为我们知道在香港他们的起步基本上全部都是泰拳。对，泰系的，纯泰系的这种。你看两人换腿的时候但是拳的距离一旦进入中近的这种弧线拳，刘伟绰就完全是林强邦的对空间了。刘伟绰的拳法他连角度都打不出来了。对，漂亮。前腿就合迎击。漂亮，上拳真漂亮，这个漂亮。伴随着拳头往上走，我们看很标准啊，对，非常标准啊。被吸。这个林强邦这个选手打起来动作可看性也很大，也很高。据我了解，他们现在这一批啊，在昆仑决成都训练基地，他们的训练体系是相对完善，包括饮食健康饮食训练是配备了三个教练，欧系的两个，泰系的一个。这样就能够吸取众家之长嘛。对。但是这个刘伟绰的抗击打能力确实也很强啊。对。这种，而且这时候我看，一方面呢是脸上确实有血，第二方面确实是这个刘伟绰也是瞪红了这个眼睛，吓呆了。因为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小心不要用肘啊！刚才差一点拳划过去就是肘法了。刘伟绰在拳法上啊相对来说单调啊，更多就直接这种没有其他运动和铺垫的动作，这种直接出重拳确实很难有效。是的，而且尤其是像这种中短身材的林强邦本身就擅长这种近距离的拼拳。对，他对于攻守之间的这种熟悉程度啊掌握得要更好。对，其实刚开始第二局刚刚上来刘伟绰的战术我觉得是对的，你用这种中远距离的腿法去控制，拳法距离也比较长啊，看到这种中近距离啊，刚刚那个上勾拳真的很漂亮啊。是的，就贴着对方的胸口，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角度一上勾拳。对，非常标准的一个近距离打勾拳的教科书般的动作。对，现在我们昆仑决呢也做了一个梦之队的一个选拔，联合我们的红昆，联合昆仑决推出我们的红昆昆仑决梦之队啊，就是我们全世界的选手，我们在他们参加昆仑决的所有的比赛里面，哪个里边只要站到一个最字，你赢的最多，你 KO 的最快，或者是任何的最快记录啊，保持的最多的，我们都会入选我们的红昆昆仑决的梦之队。希望今天这个19岁的年轻小将林强邦啊，第三次站在昆仑决的擂台上，希望他能连胜下去啊。是，最年轻的连胜选手。19岁。刘伟绰这个腿还是有一定的杀伤力。对对对对，他属于这种钢管型腿啊，很细，但是呢很硬度很高。对。刘伟绰是不是加强一下这种吸法，或者中近距离的这种，或者中远距离的这种主动的吸法进攻可能会好，因为对付林强邦比他个子矮啊。这种扫踢其实踢在手臂上也是很疼的。这个又是个漂亮击拼，这让我找到了当年小光头的感觉啊。
想不通当年就是这样破坏掉波球的顶隙啊。对啊，用自己的腰力在这种处于下位近身下位的时候，对，连续的从腹部到头部一串就上来了。是我看到林前方越打越熟练了，飞膝哇，第一次腰腿互换扫踢啊。对，我们看到林前方这第一次腰腿也很重啊。是刘伟说好像硬的一个选手，就硬碰硬，换扫踢嘛，就换扫踢嘛，对吧？你要换拳吗？这个选手就是很有战斗精神的一个选手、啊、对，我相信观众非常喜欢看这样选手的比赛。哦，很聪明，突然变一个高扫。对，但这时候确实限于自己这个身高的一个劣势啊，对啊，踢高扫就容易出现这种状况。哦，漂亮！又是高扫，把劣势给加强了，跳起来的高扫。啊，果然是啊。张老师刚刚说到他身材有劣势，但是有一个轻轻的起跳的高扫，对，一会儿就把这个劣势的空间给补掉了，提升跳那么短短的5公分就有效果，而且对手正在防他的低扫，对，结果惊吓取上，一脚致命啊！哎呀，真的是，19岁的年轻小将啊！哦，恭喜林强方，恭喜林强方。其实从第一次他打昆仑决的新秀赛，我们就看到，其实每次都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对，也成长得非常的快啊。是。我们看一下刚刚的慢动作，我们看一下啊，往上，看到支撑脚起跳了，大概有5到10公分的，正好弥补了这样一个距离。对。我相信未来昆仑决的经典 KO 集锦又会添加这样一个素材了。确实是，啊，稳稳的用胫骨的位置扫到了头部。啊，恭喜这个前途无量的林强邦。哇，扫得非常的准的，我们的镜头抓得也非常的准。年轻啊，只有19岁，前途无量。这比赛啊，真是难得一见，精彩的对攻大战。我们这个香港的韦绰非常的英勇啊，掌声送给他。哎，韦绰是真正的男子汉啊。好，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红方选手在第三回合2分05秒 TKO 获胜，本场比赛红方胜。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青岛玉兰福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单高刚先生，青岛亚东建工有限公司总经理侯方斌先生，还有昆仑决的创始人江华先生，一起为胜者颁奖。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恭喜获胜的选手。这个我个人那个观点啊，江总还有我们托尼总监，托尼总监啊在下面啊，这个小林呢、啊、你下次啊把这个劲儿留着跟日本选手去打的时候 好不好？我希望跟日本人来一场，但是你记住了，我希望我代表中国跟日本来一场。好，既然打得非常猛，但是你记住了，跟日本人可以，但是跟这个韦绰，这是咱们自己家人，以后省点劲儿。当然开个玩笑啊，因为这个比赛就是比赛，你必须全力以赴，否则你也不尊重对手，也不尊重比赛。但是我们这个香港的神锋韦绰
遭受如此重击，顽强的比赛第三局越战越勇，非常的值得我们敬佩，掌声送给他。好了，感谢两位。